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着各位的掌声可以更加响亮一些，因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团体，有些人甚至见证着我们福大一步步的成长，有些人为福大一步步的成长也付出了无数的心血，有些人甚至是现在福大老师的老师。这支团就是福州大学晚霞合唱团，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如果让我介绍这支合唱团，我觉得有几个最可以来说，这是今天晚上所有演出的合唱团当中成立最早的一支团体，它成立于1986年的六月份，相信比在座的很多同学的年纪还要长一些啊。那么还有一个最是在这支团体当中有今天晚上舞台上演出演员最年长的一位，83岁。另外一个最，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因为这支合唱团里面所有团员都是我们福大的教职工的退休人员，他们也是今天晚上演出团队当中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团队。在此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允许我代表我们所有的福大人，也正值母校的生日之际，对我们的前辈们的辛勤付出说一声，各位谢谢你们辛苦了。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带给我们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分别是《游子情思》和《次钢》。让我们掌声有请钢琴伴奏黄少涵，指挥李松华。
谢谢，再次感谢各位。